卸下原车天窗，并擦干净天窗框。 防水胶条接口以斜切方式对接，更牢固。安装防水胶条，请选用日风662密封胶，此玻璃胶能在零下50度至150度环温下保持良好粘连性。 在防水胶条打玻璃胶，增加胶条与空调底板的粘合力。在空调底座底部安装铜螺母。 装饰盖盖上，用专用螺丝固定即可。电源线按正负极与原车电瓶相接，将主电源线接好。